早晨，歡迎收睇 Tasty Money 啊！咁啊嚟到咧係星期四咧，咪換咗啲新嘅白兔仔啊！嚟緊中秋啊，不過我哋中秋有冇得即係開開心心咧，係食燈籠玩月餅咧咁樣？咁啊700真係唔該曬啊！咁啊今朝咧見到有2% 嘅股份啦，咁啊落咗 Seekers 啦，咁啊大家都諗到係發生咩事啊啦？係咪南非大股東 Naspers 又再次咧要沽騰訊咧？咪死唔死？今日個市一開咧，即係琴晚人哋美股都興合合啦，嚇！咁我哋都仲要咧係輕微低開一點到啦，19,043。咁啊，見到騰訊咧啱啱挨落去咧就係306.8嘅位置嘅嗱。佢唔知道會唔會彈高啲俾你估咧嚇，而家就308.8嚇，咁暫時跌緊咧1%左右啦，咁啊個市咧暫時都上翻嚟22嘅，做緊19,057。講真的，今日真係冇乜焦點啦，你淨係今日諗住翻嚟咧嗱，個油價回得咁深啦，落到81嚇82。美金嗰個水平，咁你就諗住咧，即係哇，咁嚟緊嗰個九月嗰個議息會議，甚至通脹等等呢啲一路困住個市嘅陰霾，可能都消退翻啲。諗住今日翻嚟應該都高開啦，啲 ADR 咧見到騰訊啊、阿里巴巴都有啲升勢，中石油有啲回軟。咁但係一開始就見到啦，九點十分鐘咧就提到又搬咗2% 嘅股票落到去 Seekers 嗰度，咁即係又係同我哋講個市仍然咧都係受住咧啲大股東咧減持嘅陰霾，係啦嚇。咁啊，根據交易所嘅數據嚇，咁啊騰訊嘅股東啊，早前咧將19,300,000股嘅股份咧轉入咗香港嘅 Seekers 啊嚇中央結算系統嘅，咁啊佔佢嘅流通股份咧大約咧即係2%。左右啦，咁啊騰訊咧就啱啱低開之後，而家抽翻啲上嚟啊，310呢個水平啊，轉頭幫大家揾下啲牛熊啊嚇，如果要做咁啊，當日咧就我特登講噶，你唔係誤會嘛 ，J Quark 係食燈籠同玩月餅，你應該係唔係嗰個年代啊嘛？因為早兩年唔知邊個講錯咗啊嘛，係啊嚇，係食燈籠同玩月餅啊咁樣，咁咧就轉頭揾翻一 pair 牛熊俾大家，因為當日咧我就喂313個位穿咗咧，即係我哋都望下騰訊個圖啊，可以諗下鬧，跟住又直接有觀眾問我仲夠唔夠膽鬧，我又有啲驚。有啲驚，咁琴日個市其實咧就出翻一支釘仔啊，嚇，似係喺低位啦，18,800嘅附近啦，有少少嘅承接嘅能力啦，嚇，咁啊暫時見到騰訊方面咧，而家都出翻一支小陽燭啦，嚇，咁啊穿完咧就係20天線啊，粉紅色嗰條315嗰個位置之後咧，有少少喘息嘅，嚇，咁啊唔知真假啊，嚇，因為日日都圍住。1211啊，又圍住即係快手啊、Bilibili 個堆咧，係咪日日都想俾人沽咧？嗱，如果咁，你調翻轉諗，如果今日騰訊受住呢一種消息都唔係太有影響嘅話咧，你又可以視之為喺係咪見咗底？即係好似港交所咁，琴日掟到300劈劈痛，300.02，係啦，跟住咧。佢就挨翻上嚟啊！而家港交咧就305.4度啦，升緊0.3%嘅。哇！演況終於回得深啲啊，升到咧都嚇死人嘅。咁啊，演況跌緊3.2%啊！咁啊，當日大家就問我攞1018嚇，應該係禮拜一啫。1018嘅淡倉啊嚇，咁啊1018而家就神華咧都跌咗大約1%。左右啦，咁啊神話又入翻藍籌啦嚇，又做翻藍籌新貴啊，重複咁翻嚟，咁啊演礦而家跌緊3%嘅，另外中煤跌緊2%啊，中煤就7.5啦，演礦係33.9，咁啊你哋嗰個都醒啊，即係見到隻演礦升到砰砰聲嘅時候咧，都即刻問喂有冇淡倉，係啊升到太誇張啦係嘛，咁啊所以就。
希望估一估佢啦，又俾你哋諗中咗嚇。咁啊，今日美團就反而好翻啲啊。美團而家咧係174啊，暫時咧升緊1%左右嘅美團嚇。咁啊，曾經上到175，另外孖九孖八就暫時升緊1%啦，做緊咧就88.6嘅位置。京東啊、快手等等咧，暫時都冇乜弱雞嘅嚇，即係快手，琴日跌得比較多啦，今日咧就升翻接近咧係1%嘅。咁啊，你睇翻琴晚咧，美股啦，係嘛？主力咧其實就去到尾段都拉翻起，譬如話Tesla 啦嚇，跟住 Apple 又出咗新嘅手機啦嚇，咁啊冇咗嗰個 M 字額啦，係嘛？咁但係我自己就比較關注嗰個 AirPod Pro 2，因為我會買嘅。咁但係 Apple Watch 我已經有啦，上次 Series 7已經買咗，咁所以唔會買新嗰只啦，照計啊，唔知嚇。咁但係Pro 2就應該會買。有冇人會換手機？不如即係咁得閒，我哋嚇就嚟放假，下個禮拜咧就得四日市，即係我最唔中意嗰款啦。咁咧就得四日市，因為禮拜一咧就連埋個中秋假期啊咁樣，咁所以就得翻四日市啫，都要提一提大家。哎死啦！我仲未揾騰訊，都開始真係310嗰個回一回，不如揾咗先啊。有冇人想做淡啊？700，即係呢啲咁嘅嗰日咧。仲記唔記得嗰日話1000億要沽1000億嘅股票資產咧？就有美團啦嚇，即係 number one 嘅候選佳麗啊、快手啊、Bilibili 啊，粵文就親生仔就唔會噶啦。跟住連 NIO 咧，啲人都話要沽 NIO 啊嚇，即係咁樣嗰只蔚來咁樣係嘛？咁啊當時咧美團朝頭早咧係冇乜反應嘅，朝頭早仲企住180-185嗰啲位嚇，去到晏晝先對到178-177嗰啲位嘅。咁你騰訊而家死頂爛頂啊！其實日日你見到騰訊都有做回購嘅嚇，差唔多日日都托翻住呢啲咁嘅水平啊。咁但係咧都唔頂得幾耐嚇。咁我睇下先，有啲咩騰訊睇下先啊。如果騰訊嘅紅，好似琴日先揀完係嘛，今日又揀。好似琴日有揀過喎，琴日 call put 牛熊都有一 pair， 不過好似我收埋咗張紙仔，係啦，都睇下先。啊，琴日俾咗1211，係嘛？牛熊 call put 1211，唉，騰訊而家先揀。嗱，如果揀熊嘅話，咁上邊我當330好唔好啊？睇下先，黃色依度332係嘛？都似有啲圓，332啊，332、333、335。都有哇！喺原來335都幾多人買嘅咯喎，已經嚇有幾個 percent？ 62648好似我都揀過呢個 number， 成12倍嘅槓桿嘅62648$335收回嘅騰訊熊仔啊嘛，街貨而家都有成8% 啊，槓桿咧係12倍咁多。我望下個開價先，62648呢個都容易記嘅 number 嚟嘅，咁開緊5.9。對6.1，咁啊睇多隻 number， 睇下會唔會開得貼先。63038呢只個街貨仲多啲添啊！嚇，63038摩通335都係一樣嚇，這個收回價嘅12倍嘅槓桿，咁啊都係500:1，個街貨成12.9%。哇！睇下先嚇，63038呢只摩通嘅熊仔，都係賣1格喎。呢只都呢只唔止賣一格添啊！呢只開緊59:62啊，係啊！咁如果係咁，就揀翻只小街貨啲嘅62648嚟做啦，係啊！如果想做紅嘅話，700嚇。咁而家咧又挨翻落嚟咧，似十字星啫喎嚇，未係出到陰定陽燭喎，陰公嚇喺呢度咧守住捱住咁樣係嘛 ？iPhone 14冇驚喜，可能換13係嘛？等13減價就算，但係我覺得13同10啦、11啦、嗱12我唔知，因為我冇某有印象，個鏡頭爭好遠，係啦，即係我用13啦，而家13 Pro， 我覺得個鏡頭。出親去大合照嘅時候咧，咁用我部手機同其他朋友部手機嗰個分野都真係非常之大嘅
係啊，咁我覺得值得大家去諗啦嚇。誒睇下先嚇，誒2382 seems OK after Apple 誒睇睇先啊。咁啊2382就順宇光學咧，而家就升緊1.5%啦，去到103.3啊，升緊0.6嘅。瑞星暫時偏軟，跌緊0.5%，14.64嘅位置。哇！喺擺 watch list 嘅，我就隻望隻中遠海能咧嚇，早兩日就7.23啊嗰啲位置，今日大隊緊5%啊，而家落到嚟咧係6.73嘅位置，因為佢運油嘛，個油都兑到落81咯，即係883嗱。我嗰日咧叫大家喂除淨啦，係嘛7毫子好食啦，因為對應翻都差唔多開10.3，應該都上到去11蚊啊，7毫子。係啦，咁啊誒嗱，暫時見到隻海友真係對得都比較快啲啊！派完息之後，咁啊跌緊2.7%嘅，9.66嘅位置。咁啊睇埋隻中石油同埋中石化嘅表現，中石油都對緊2%，而家落翻嚟3.64，中石化跌緊0.1%嘅啫，3.46。今日普遍見到資源股咧都係對嘅，頭先講咗煤股對啦，即係1171嚇，咁啊而家隻澳大利亞3668咧，亦都對緊2%啊，係啦。落到去咧就35.2嘅位置嚇，而深圳今日起暫時縮減香港入境者健康疫站嘅名額，即係話疫情好似嚴重咗喎，係啊，疫情嚇早前又吹下係嘛，又話呢個全係嘛咩幾時11月啊開關係嘛，嗰啲超級路邊社。而家就縮減香港入境者嚇，即係嗰個健康疫站嘅名額。咁啊，之前就爭崩頭，好似之前係咪1500啊？係啊，我都唔係好熟悉，啲人都好慘嘅，喺嗰度等幾個鐘啊，都唔知幾個鐘，好似係乾企喺度等嘅。係啦，咁你話我哋啲商務活動有幾頻繁咧？咁搞法嚇。咁琴晚除咗個有驚嚇之外咧，我諗嗰、那個匯市啊，都嚇到大家一額汗嘅，因為咧個英鎊咧一度對港紙咧係跌穿咗9算啊嚇個英鎊，咁你話望下只匯豐先，係啦，騰訊就嚟又唔得啦，我就係俾紅你頭先，係啊，騰訊真係如果係咧，好似嗰個3690咁樣啊，即係朝頭早冇乜嘢，晏晝先嚟懟都唔出奇。匯豐琴日跌2%啊，今日咧就跌緊0.7%啊。咁啊，蔡慧思上場啦嚇，咁啊一路都係圍繞住能源嘅主題嚇，即係又唔會收能源公司嘅暴利税，咁但係就大幅補貼咧，就包保一年嗰個電費，好似係大約係2400英磅。係啦，好似係嗰個上限啊 ，set 咗個 ceiling 嘅嚇。咁啊，匯豐而家47.4啊，跌緊大約0.8%左右咯。另外個 yen 啦，其實咧真係瀉得好快個 yen 嚇。琴日就144甚至145，其實一落到142嗰個位之後咧，兩日之間啊就懟咗落嚟。咁啊，而家見到日經咧係爆緊2%啊，個日經指數。係啊嚇，咁啊而家就上翻嚟啊，睇下先，仲有冇啊？其他另外個歐元咧，暫時就冇貶得咁犀利嚇。咁琴日都係0.99啊對美金嚇嗰啲位，但我今朝見到佢上翻1算啊嗰啲位置，咁隻美匯咧就冇咁癲啦嚇，去翻109嗰啲水位啦，唔好 keep 住喺110嗰度先啦嚇，喺樓下咧徘徊一下先，等大家覺得咧。可以喘息一下先。咁啊，另外就由於美股上翻嚟啦，個 correlation 比較大啲嘅 Bitcoin 咧，抽翻上嚟18800之後上翻嚟19175啊，今朝而家升緊2%左右 ，Ethereum 升緊5%嘅，去到1616呢個位置，係啊嚇。咁啊，至於個 yen 繼續係144咯，個磅就1.15嘅位置，至於個美匯就109.7。呢個位係啊嚇，咁啊清零一萬年，唉唔好咁啦，係啊嚇。咁啊另外就今個禮拜咧，美股方面咧，其實大家都等緊鮑威爾出場啦嚇，即係究竟會係繼續放鷹啊，定係見到個油回翻啲嚇就可以輕啲咧嚇，即係尤其是美股都已經跌到都幾犀利㗎啦嚇，咁會唔會做翻輕手少少咧咁樣嚇？咁啊要等啊，又係等，真係好鬼討厭啊！日日又等飛龍
嚇，一陣又等 CPI 嚇，等完等完之後咧，港股都係咁嘅樣係嘛？咁啊，琴日已經落穿咗落去萬九啦嗰個位，我自己覺得喺嗰個位係會有啲掙扎嘅，唔會一下子上落去18,200。嗰啲位啊，咁啊好容易做，咁啊好容易做，咁啊暫時應該係唔會咁嘅款式嘅。咁啊，另外提提大家啦，之前咧我有講過隻ETF 啦，咁啊最近咧都見到 Ruby 有新嘅廣告啦嚇，咁啊喺度播下播下咁樣，咁啊因為咧隻3091啊個組成部分咧變咗啦，所以咧亦都改咗名嘅，直情咧係叫做 Metaverse 嘅 ETF 嘅，隻3091。係啦，咁啊而家咧改咗名叫做日興元宇宙嘅 ETF， 咁佢轉咗個名咧，咁其實佢有啲組成部分嘅變動，我同大家都 update 下啦。咁其實九成嘅股份同之前咧隻3091係一樣嘅，不過最新加咗一成新嘅股份，包括咗 LVMH 喎。初頭我見到呢個名嘅時候，咦點解咧咁樣？咁啊仲有 Unity 啦 ，Unity 我諗如果炒美股嘅朋友咧就比較熟悉啲。係啦，咁 LVMH 咧就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大品牌都會做 NFT 啦，嚇，即係進軍呢個市場。咁啊，另外 LVMH 咧亦都嚇，即係有啲遊戲啊、相關啊等等做緊嘅。如果你睇佢哋嘅 Twitter 嚇，咁所以就加咗呢一隻落去啦。咁而而家咧新呢只元宇宙嘅股份有七成咧，都同元宇宙有關嘅，咁普遍上如果你話比較翻市面上邊嘅元宇宙 ETF 咧，有啲會揸住 Meta 啦，即係 Facebook 啦，同埋 Apple 嘅，咁但係3091入邊就冇呢樣嘢嘅，因為就唔想同 S&P 500啊或者 Nasdaq 咧太過似啊咁樣，咁我都有最近嗱，之前我買 Roblox 啊嘛。係啊，嚇只 Roblox 咁啊，業績之前咧就走咗嘛，大呼好彩啦嚇，咁啊嗰陣時30幾蚊，咦而家又翻翻嚟呢個位嚇，只 Roblox 咁咧就去翻39喎，琴晚咧就升咗成5%左右，咁我都等緊 Tasty Chain 唔知幾時會講，我等緊啊，嗱佢冧咗山泥落嚟啊嚇，做咗個尖頂嘅。跟住開翻啲洋燭仔，咁啊，琴日因為美股又大升啦，所以咧我都部署緊啲機會嚇，再埋手翻嚇呢啲咁嘅遊戲股。不過忍耐一下先，因為都連跌咗10幾日嘅，其實就啱時候啊。佢落到保利交通道底部咧，有翻啲支持。上次我哋就係買呢個位啊，39啊，上到50幾啊，上到53，但我梗係食唔到啦，我48就食咗，48定49。好短時間一兩三日就搞掂咗嚇，咁而家落翻嚟咧，睇下會唔會又揾到少少機會啦咁樣。好，咁就美股可以等翻今晚Benny 唔係喎，聽晚係啦 ，Benny 咧再同大家去 update 啦。但我都有研究嘅，即係其實我自己睇嗰啲股份又同其他人又唔係好同嘅，係啦，咁所以又幾得意嘅嚇。咁之前阿魏 Sir 又俾咗啲位我咧，我都慢慢及下會唔會去觸及到嗰啲0.618啊嗰啲位置嘅。好，咁我哋暫時睇到依度先嚇，即係今日一定係騰訊咧去壓住個市噶啦，壓住個19,000，大家唔需要驚恐嘅嚇，因為呢個都幾可肯定嘅。咁啊，另外新地一陣晏啲咧收市之後出業績啊，今日9月8日新地咧頭先挨到上94啊，之前就落翻嚟92啊葉樓位啊嗰個位置咧，我都話有啲吸引嘅。新地而家93.95，升緊0.3%左右。恆指18,998啊，跌緊47嘅。我哋休息，轉頭翻嚟再傾。元宇宙为下一个互联网新世代，将应用在日常生活和各行各业。从此，人同人及物件之间接触不再受空间和地域限制。预计至2030年的元宇宙市场规模将会达至1.6万亿美元。日兴资产管理元宇宙主题主动型 ETF， 搜罗环球元宇宙发展的领先企业，亚洲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日兴资产管理 Nickel AM。元宇宙为下一个互联网新世代，将应用在日常生活和各行各业。从此，人同人及物件之间接触不再受空间和地域限制。预计至2030年的元宇宙市场规模将会达至1.6万亿美元。日兴资产管理元宇宙主题主动型 ETF，
搜罗环球元宇宙发展的领先企业，亚洲最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日兴资产管理 Nickel AM。好啦，翻嚟節目時間啦，嚇個市都係咁嘅款啦，跌69點。不過見到力勁有少少力喎，10.2企到之後咧，上翻嚟10.5，唉，真係希望佢升下啦，係啦，衰咗太耐啊，咁啊冇計啊。今日咧成個市場籠罩住就係呢個騰訊嘅陰霾，我請咗李偉傑出嚟先，喂，早晨。早啊，沈欣，我預告一下先，遲啲同李偉傑有一個合作嘅影片咧，會播出嘅，到時播出話俾大家聽。係啊，咁啊第一次同阿 Jason 咧有啲合作啦，即係或者一齊玩啦咁樣，咁啊幾興奮，原來係佢生日之前嗰日嚟啊，係啦，咁跟住唔怪之佢話第二日佢唔得閒啦嚇，咁啊遲少少。啱啱好啊，但係好實講就真係尷尬，係咪啊？播嘅時候都唔知點，點解又唔使驚喎？我都唔驚，你驚咩？係啊，喂，嗱，今日個市我哋講翻先啦，即係大家都係覺得，琴晚美股升咁多，港股都係咁廢啦。咁啊，騰訊咧即係玩嘢啊，9:10嘅時候就出嚟，就話有2% 嘅貨咧放咗 CKS， 隊穿啦，落到嚟低 low 啦，而家騰訊已經嚇，咁啊頭先咧擺一扮嘢上嚟310嗰啲位置，大家係咪已經心灰意冷，定係估我騰訊佢咧咁就？系啦，其实今朝开价竞价咧，咪 mark 到落去300嘅，咁应该系有原因噶啦，即系大家都知啦。咁当然啦，开又开唔到咁低啦。咁但系，喂，你又玩呢招，又玩类似股神呢招啊？咁啊，大家就再等啦。咁啊，一定唔会有特别好结果嘅。咁嘅状况底下，你成个板块就咁样一嘢拖咗落去啦。当然啦，你话即系腾讯其中一个元素啦，但系你唔睇腾，但系你话腾讯都唔系跌好多啫，跌。你而家講緊都係跌2%唔夠啫嘛，咁但係成個市哇真係跟跌又唔跟升，美股升4.9啦，我哋完全有平衡時空嘅，完全冇跟冇理好耐。內地其實老實講真係咪跌多咗？內地講緊喂真係跌，喂而家仲係跌緊0.幾，而家3點啦。咁我哋個港股喂對於1.9落嚟，喂真係成個市係完全冇動力嘅。咁唯有就係睇喂。
你18,700啊呢扎牛仔，睇下幾時被回收嘅，好似都係大家都唯有向下等嘅。咁啊，尤其是今朝瞓醒，你見到啲油又突然之間吸跌落嚟啦，咁又即係。大家當然，昨日啊，俄羅斯就做一個好大嘅動作，諗住個油夾上去，但係就不升嘅反跌嘅，咁啲嘢就開始變得好實講有啲古怪，咁所以資源類股份尤其是油啦，我覺得難捉嘅，咁既然應升唔升就走嚟隊咧，咁啊應該就啲油，我覺得應該要小心翻啲添嘅。係，我覺得係咪嗱？今晚啊，鮑威爾又出嚟講嘢啊！即係大家諗住，喂，你早前咧咁鬼死應啊，跟住美股係咁懟啊，咁琴晚就好翻啲。其實你個油落翻嚟咧，基本上就對翻嗰個通脹嗰個壓力咧就細啲嘅。係咪鋪定嗱鋪定幫手？今晚講話輕鬆啲啊！今日講話可能會輕鬆啲嘅，咁啊，因為講話啦，咁但係講緊喂下個禮拜就會出 CPI 啊，咁但係呢個數據講上個月㗎嘛，咁所以其實你就算而家打到個油好低，咁其實都係冇乜一個好大嘅幫助嘅，咁啊最少我諗就大家係睇緊即係今晚歐洲央行到底加幾多，咁因為佢嗰邊就仲頭痛嘅，因為佢基本上嗱個即係天然氣即係一啲產出國啦，最多啊即係俄羅斯、美國、中國。喂，你歐洲基本上真係企喺度俾人玩嘅呢刻就，咁我覺得就歐洲就重頭痛。就我而家呢刻就大家比較驚，就會唔會喂又嚟多次歐債危機？因為即係好多報道都講啦，即係你變咗一啲對沖咁啊，其實你好多央行都需要去拯救一啲叫歐洲方面一啲叫能源公司啊。咁啊呢樣嘢就可能嚟緊之後就慢慢會進一步頭痛嘅。好啊，唉，真系世界很混乱，只能够咁讲。很混乱啊！咁啊，啲大盘股你见到喂，大盘股唔愿喐噶，真系全部都你 ATMXJ 咁样，喂，大家互相好似大家扶持紧自己咁啊！嗱，腾讯又会唔会沽只啊美团咧？南非又會沽只騰訊，咁啊，大家即係喂互相喺度棘住，所以啲大價股好實講就真係唔會有太大驚喜嘅。咁啊，睇下啲中世界嘢啦，好似頭先啊，心美都講，喂，即係力勁，突然之間今日反抽好少少啦。但係近排又大家炒緊呢扎即係超平嘅股份，突然之間喂可唔可以好似啲732？其實我今日睇下有冇機會買到㗎，因為喂懟咗咁多人，你北水都可以買得啦。咁啊，喂你都唔使懟到咁狠啊嘛。咁今日就一嘢就開車，但係啲莫名其妙㗎，老實講，即係純粹就真係睇個資金面啊，肯唔肯跳翻入嚟咁解啫。哇，系喎，哇，仲要系大陰足咁樣懟喎，日日都係啊，好狠噶個市啊！啲電股咯，電股勁啲咯，但係電股你大家中意嘅嗱836啊、916啊呢排好少少嘅，咁但係喂，你望一望啲1071、902嗰啲係咁狂飆，咁啊冇計啦，即係你極端天氣情況底下，大家對啲新能源好似有少少戒心喎，喂，你可以極端天氣，佢哋可以冇電發嘅喎，咁啊變咗啲傳統能源咧，就呢段期間一路夾上去嘅。係，我見到蔡偉思話搞下核能喎，都即係因為而家能源短缺啊呢啲咁嘅問題。之前就我哋都揾過咧，類似同啲油啊金字邊嗰個油咧，即係相關有隻1164咯嚇。但係我都記得呢隻嘢係難炒嘅，有冇炒啲咁嘅核能相關1072啊嗰尾嘢喂，1072勁喎，其實1072一路扯上去喎。嗱，當然啦，你幫下就兜埋只2727上去啦。咁但係2727就弱啲嘅，老實講，即係大家有啲做嘢有少少唔同，但係都幫手帶埋上去。所以呢班其實好似變咗炒啲傳統國企嗰扎股份，你有冇發覺啊？好似我哋講唔係話即係嗰啲都係傳統，我哋有國企啊，有 A 股啊嗰批嘢嘅啫。咁呢批我覺得就都可以嘅，因為新經濟股。即我哋科技類股份啦，即係變咗就真係炒唔喐嘅話，都要揾地方宣泄下㗎。咁你就算喂就 ATM 留翻一半錢出嚟，其他地方都大把有地方炒啦。咁所以你反而可能而家你揸住嗰批冇計啦，你可能真係坐緊艇嘅，唯有坐下艇。咁但係可能你逐步要揾啲新嘅嘢開始去投放下啦。我覺得今日頭先同李慧傑一通話嘅時候咧，話今日啲嘢炒得好散啊，即係我覺得係好重嘅，即係我話睇下電股啦咁樣，電股係1%、2%，但起碼成個版面咧都有啲升勢嘅。琴日連嗰啲咩3996咧，我成日話哇嗰只中國能源建設咧好耐冇見佢升，都升10%幾，係啊，即係其實有啲人就揾翻
翻啲好平嘅嘢出嚟炒啦。其實今日寧德時代係跌緊3%嘅喺大陸嚇，咁、照道理咧，嗰啲咁豐利業啊，嗰堆3800就唔應該咁正常嘅，係應該要回下嘅。所以我都唔知道其實而家係咪大家能源方咧就揾啲嘢嚟炒下。頭先鉛礦亦都懟個4%咧，而家又跌唔落喎，懟2%啫喎，係咪成個市場都係圍住呢幾隻炒下就算？都是啊，即係頭先講啦，你傳統能源開始而家變咗就大家安心嘅能源，咁所以變咗就啲煤啊，咁啊繼續扯上嗱。當然，如果那個油你繼續係即係大家憂慮話之後話叫經濟放緩啊，咁啊個油嘅一路隊咧，啲煤都會跟翻碌翻啲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唔好跟車太貼住啦。又而家我驚就係你喺個油嗰度一落錯住咧，咁好實講，你話啲煤你去到咁高位，邊個仲敢追啊？但係佢今日落翻1171咧，落翻條十天線咧，係好實講有啲吸引嘅，因為幾次都係十天線，你畫圖畫唔到咁靚啦，喂 ，keep 住十天線一路扯上去喎。所以其實你今日33蚊呢個位置咧，係有少少吸引嘅一個情況會發生嘅。咁我都即係睺緊到底喂搞唔搞佢啊？即係咁耐冇搞，你高位先嚟搞，應該賴嘅嘢超麻煩啦，真係。係啊，喂嗱，頭先就我見到琴日咧，其實見到你我諗起啲 SaaS 股啊，琴日咧好多 SaaS 股咧洗到咧不得了嘅。嗱3738我自己以前推介過啦，跟住咧又見到嗰啲咩軟件啦，係啦，即係咁明源雲又因為同內房有關，咁我都明嘅。但係點解啲 SaaS 股即係洗得咁犀利咧？其實是完全是大家係啲錢對呢個科技是完全冇幻想啊！咁頭先講咧，我哋唔係即係呢個禮拜都大家玩緊啲傳統嘢噶嘛？呢啲新經濟科技類股份，大家完全冇幻想，咁所以就真係啲唔係至於洗啊，但係大家補咗日本就自然就鬆，嘈一聲懟咗去啦。咁啊，即係奈何啦。咁啊，呢版 SaaS 股就真係要等幾隻大佬真係好翻啦，大家開始有無限嘅幻想啦，先至有機會再上件事，都真係加落手嘅。我老實講，我而家揸住兩隻資源股，咁啊，即係我真係細估唔到我揸資源股嘅。唉，真係好想死啊！冇嘢好搞啦。今日浮博就因為回購又上翻啲嚟咧。其實而家好多時都係啲管理層咧，即係回購翻，可能覺得太平啊，即係跌到依啲位，但係唉，又唔知可以買得幾多。急跌後反彈，你又好難部署嘅。老實講，你琴日嗰碌棍啊，話大到一堆到2.1%，你點有咁高嘅勇氣、咁高嘅信心衝入去啊？呢啲錢就真係賺唔到嘅，老實講就點賺都賺唔到嘅呢啲。係，所以真係好難搞啊！嚇，我好耐冇睇嘅，因為即係依隻股，譬如之前即係食咗糊之後，加上個市咧咁差。喂，咁不如講下啲無聊嘢，個市咁差，啲人係好積極買嘢啊，定係都係即係扯戰扯退多啲咧？且都有買嘢嘅，呢排就即係繼續係買嘢，但係買緊啲傳統類嘅股份。咁啊，啲新經濟即係科技股冇人買好耐啦。咁啊，雖然大家等咗好耐啊，咁但係落到嚟又唔敢買。咁啱嘅，咁因為即係大家互相咁樣影響。咁但係傳統嘢咧開始有人買下嘅，即係買一啲保險股啊，買一啲銀行啊嗰啲有嘅。咁但係好實講，嗰啲速度就慢啲啦。咁啊，唔會太大躍進噶啦。咁啊，不如我哋講下之後我哋一齊拍嘅廣告，拍嘅節目好過啦。真係冇喎，真係冇嘢搞喎。而家嗱我見到譬如話點講，啲大行又增持翻小鵬咧，但係小鵬都冇力嘅，又係你都唔會買嘅小鵬呢啲位置。係咪啊？9868。係啊，因為你隻比亞迪一路拖住咧，咁你成個車就係咁樣一下子好似俾人鎖車咁啊！咁其實佢有彈呀，好似琴日鬆鬆咁，但係你真係唔會撲入去，你明知佢會鎖車嘅，咁你唔會無啦啦揸出嚟噶嘛？即係唔好去沙田第一城嗰度。等下股神你再沽咁大決啦，你大家先至有呢個意欲，即係跳翻入啲車嗰度身上嘅。鎖車我知啊，嗱唔好揸架車去沙田第一城嗰度啊，同埋呢個黃埔花園係嘛？嗰、那個私人地方咧即鎖，真係噶！我睇過好多次沙田第一城係即刻鎖車。嗱1211咧，頭先挨到上225啦，暫時都係回翻落嚟啊。琴日好似有個227啦。呢啲位置係嘛？咁啊，220蚊。琴日 OK 㗎，琴日有消息嘅。琴日佢搞刀片電池啊嘛，幾間公司一齊搞。係。咁真係行緊嘅，即係做緊。即係嗱，其實佢業績上又 OK 啦，業務上又發展緊啦，但係真係股神沽緊。你冇理由打得贏呢個大佬噶嘛？咁既然打大佬，咁啊留翻俾其他人打啦。我哋即係喺側邊食下花生，有得衝嗰陣時先湧入去啦。咁你而家，除非你真係有子彈，你慢慢吸。咁啊，因為
你股神都沽緊，但係個價一路晾住，同埋呢兩日個成交細啲嘅，如果比亞迪，咁所以應該就即係個沽壓收斂下，咁睇下可能會鬆一鬆嗰下，你先至再沽佢都唔出奇嘅。咁如果刀片電池，不如買比亞迪電子，但係已經升咗喎，24啊，已經去到暫時跌翻百分之一。但係佢琴日成個通告咧，好似又冇提比亞迪電子好搞嘢喎，佢話係1211同埋嗰幾間公司合作，咁所以其實呢個通告出完之後咧，比亞迪電子喺24.5奪翻落嚟嘅，咁我都諗緊，喂，其實關唔關佢事啊？都即係理應上應該關佢事嘅，咁但係好似出完個通告，即係消息見咗面之後咧，反而個價喺高位停翻啲落嚟嘅。OK， 好啊，好，最尾啦，都立下啲內房啦，哎呀，732啊，彈到161啦，係啊，爆上去啊，我頭先一路開住13% 啦，頭先156定157咋，我咪阻住揾食啊，趕唔切啊，係，我日日都面對緊呢啲問題，所以我好鬼中意睇你呢個樣，因為。我日日都走得啦，我讲唔切。如果买咗就得啦，系啊，食得添啊，吓喂，讲埋个内房啦，都揾一只升嘅股份啊，现场喺度同大家讲，虽然买唔到，咁都好啲，可能佢哋买到咧，有时佢哋买到我都算高兴嘅，费事费事乜都冇啦。1133佢哋都有啊，哈电，而家今日上到2.9啊，已经。早兩日他們有給的隻哈電升到 2%， 現在2.86，哇，順利好像勢不搖人，三條，1.62，不要再看了，不要看了，你刺激我而已，你這樣，等一下，我看看一分鐘，現場也刺激我，哇，一分鐘很恐怖，差不多，一分鐘很恐怖的，這些位置，是啊，說回個內房，因為北水那個力量真的大的，他一來就真的踢爆你，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以現時個市淡淡地咧，其實就最好追蹤住佢牌嚟到玩噶啦。即係嗰只快狗同埋嗰只香港航天咁係嘛？一入港股通，你追住個牌睇下，喂，到底走去邊啊？咁啊，到底你係咪？因為佢啲盤好積極噶。好老實講，頭先今朝喂佢可以就咁動個20,000盤喺度，即係細邊掃大邊咁樣擺到，咁我好有型嘅。咁所以呢啲牌你可以跟下，不過頭先個位應該差唔多啦，唞下頭先啦。呢啲叫咩？落翻嚟俾我坐嚟講。呢啲叫做有錢就搞得掂咯，係啊，即係我哋香港都乾曬糖咁樣啊，懟緊落嚟。有錢就掃爆佢啦，真係。係咯，真係誇張啊！頭先話講埋內房，咁都連升咗兩日嘅，今日就立立地啦。碧桂園就跌緊2%啊，我見。六成中國仲有得升，升緊3%，係啦，其他都係立嘅，跌大約2%-3%左右咯。而家係咪嗱出完嗰啲八月數據又唔係真係咁差啫喎？好似見到係啊，八月數據唔係咁差啊，咁但係彈咧就彈咗一日之後咧，跟住就全部停嘅。咁你難捱咯，捱住咯，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你話內房要搞掂咧，真係要做一下全面降準。全面降準啲銀行有錢，你先至可以真係大量拯救得到。咁啊，現時未曾出呢個咧，咁其實就內房都係咁啦。即係間中，即係政策持續扶持，政策持續幫手，但係個價就間唔中炒咯。咁我覺得就難搞少少嘅。咁啊，如果你話知對內房好有信心，都係維持嗰幾隻，即係大家知啦，嗰幾隻國企嗰幾隻算噶啦。即係其他嗰啲細細只嗰啲留翻俾我哋啦。好啊嚇，好啦，咁啊唔好傷心啦，只732，我哋傾到呢一套啦，同你好啦，唔該 Jason， 下次再傾，拜拜嚇。好咁啊有觀眾問只2237只石墨烯嚇，咁啊博唔博咁樣我就唔主張嘅，因為都係三毫子嘅嘢嚇，咁啊抽到上嚟依啲位嚇，咁啊一蚊。先至嚟博咧，雖然佢曾經都上過去1.57，但我其實咧呢只嘢好似1797咁嘅，嚇，即係佢又係顛升嚇顛跌咁樣，咁啊仲未帶隊，我就唔會喺呢啲位度博，因為我上次博咗兩次啲位都啱咧，今次喺呢啲位我就冇乜興趣啊，因為穿咗嗰條20天線啊，仲喺個條5天線下邊移動。係啦，咁啊啲錢唔係我賺，咁啊留翻俾你阿太陽。好，咁啊仲有大家都喺度傾嘅閒偈喎。456兩日升咗8倍，走鬼啊！真係，而家好多都係咁啊，有啲個別股份嚇，即係好似嗰日話咩張理啊，1693。係嘛？一日嚇爆1倍嚇，咁啊好似只1725又係咁樣，跟住喺度磨
你日日都見到有啲咁嘅個別股份咧喺度爆下咁樣嘅，哇！東方電器又再升7%啊，已經13.34。你見到咧啲錢就係圍住咗幾隻嘢炒嘅啫，嚇冇乜其他嘢咧。值得他們去留意。早兩天我看到盤房有講過中國玻璃的，今天就升了5%，上回來一點的京東方星期二才跟魏Sir談完，今天升了5%，就是710，上回來17.1，他配完股，大家都覺得他應該配給強者，所以我不敢買京東方，去到這裡 我是驚恐慌，不敢買京東方，係啊，咁啊而家5%啊，17.1嘅，頭先上到17.12，今日都浪咗成8毫子啊，嚇，即係京東方，咁可能因為732又上啊，呢一類型咧一齊搞上嚟咁解嘅啫，係啦，好，我都提提大家，頭先有觀眾問我一個好貼身嘅問題嘅，係啦，睇下先嚇。我見到個觀眾就話問我會唔會送翻嗰個 MagSafe 俾佢，係啦 ，Andy Chow 係想問嗰個中秋開户禮物，係啦，申請開户審核咧要幾日嘅？我覺得你好有誠意，係啦。咁你咁樣啦，你申請嘅時候咧，你就 cap 咗張圖先。咁你記住填埋個我哋個網站嗰個 Google Form 啦，因為我都知道開户係有啲時間嘅。如果你喺7號、8號、9號、10號，因為即係中秋呢個兔仔燈籠時間咧，我特登會即係如果 Tasty Money 嘅觀眾咧開咧，我會額外送一個 message 俾佢嘅。即係我哋自家嘅嚇 ，Tasty Money 品牌嘅，係啦。咁如果咧你係有嗰、那個cap 圖，即係話啊，你今日已經開啦，填埋 Google Form 啦，等緊佢開户喺度 process 緊咧，我會送俾你嘅，係啦，我會送俾你 Andy Chow， 係啦，放心，係啦，我會因為你咁有誠意咧，係絕對會送俾你。咁大家記住用翻華泰而家 banner 嗰個 QR code 啦，嚇，要用呢個 QR code 先得嘅。咁如果唔係咧，我就送唔到咁多禮物俾你，包括海港城嘅1000蚊嘅 coupon 啦，跟住就係、是如果你轉倉嘅話，如果一通舊客户轉倉過去咧，額外多500蚊嘅超市禮券啦，嚇、啊。咁如果你係其他户口轉倉過去咧，就有港交所嘅股票，因應你有幾多銀碼嘅錢咧，係轉過去嘅。咁我就中秋冇所謂啦，慷慨啲啦嚇，盡量都會令大家開心，送俾大家。我都知道大家近排唔係太開心嘅個市咁樣，又好立啊，即係冇乜嘢好買咧，令人哋好個意志好磨滅啊！我咁啊，琴日又見到啲 friend， 咁大家都離不開咧，都會傾下即係個市啦。跟住佢話：你磨滅曬啲意志未啊？我都唔係好想買，就應該差唔多。我同佢講話，連我都唔想買，我都叫人哋儲下，係嘛？大家但係大家係想儲美股多啲係嘛？咁都唔想買嘅時候咧，即係連我都唔係好想買，就真係應該都差唔多㗎啦，係嘛？佢話呢啲咁嘅消耗式啊，其實係我講嘅，即係消耗式下跌啊，係啦，令大家連睇嘅意欲都冇咧，就會突然間估佢唔到嚇。咁但係已經磨咗成幾個禮拜啊，嚇！咁呢個係好辛苦嘅，係啦，好忍痛式要去等待啊。咁我都提翻大家。咁另外，琴日咧就話星期六啦，有呢、這個阿小編幫我出翻個 poster。咁有個叮叮車嘅活動啦。咁我 post 完出嚟之後咧，我發覺咧係冇觀眾咧喺下邊留言啊，淨係咧佢原來係唔睇我寫嗰啲字。我發覺而家香港人咧，是不看完全不看字的，雖然我自己都看少了，因為一來個股市差了又不想看字，是啦，那我就留了一個遊戲方式呢，和叫他們留言呢，是沒有人留的，是啦，是沒有人留的。那這樣不如呢，如果你是華泰的客戶啦，也都想在那天呢你來呢，我不知道哪裡想這個活動，我現在想呢蠢了，整程那一粒鐘呢我是在架電車度任你問，仲要得兩個名額。即我記得平時喺 seminar 咧，例如我哋係做可能2點至4點咧，我記得我走嘅時候咧 ，at least 都5點嘅，因為4點至5點嗰陣時咧，就有50至100個觀眾咧係圍住一齊問。
不同的股票問題，或者係講佢前世今生。咁今次慘，呢一個鐘咧係有兩個人，係我又落唔到車，你明唔明？喺架叮叮度，咁喺一個落唔到車嘅情況底下咧，咁就任問嘅嚇。咁阿 Ben 有兩個啦，仲要咧。你可以不問我的嘛，你可以數過去對面那張椅子問英 Sir， 問黃國英，我不覺得他會不回答你，因為我都已經想了一堆東西預備問他，是啦，即是請教一下前輩嘛，這樣，所以呢，這個活動真的蝕曬底，是啊，是任問的。是啦，就是任問我，你怕留言之後累累埋嚟啊 ，CMB 真係好啊你嗱咁啦，我都知道你哋怕醜啊，因為咧有觀眾 inbox 我，佢就話唔想喺公開嗰度留言 ，OK 啦，咁你就如果有興趣啦，你又係華泰嘅客户咧，星期六中秋嚇朝早11:00至12:00，你得閒嘅，你嚟嘅嚇，你就 WhatsApp 6633-4386啦，咁我喺嗰度。跟你們對話啦，就在那裡選啦，是啦嚇。咁啊 ，Emily 話開唔到，點解啊？仲未收到海港城啊 ？J Quad 有噶啦，好快，之前啲觀眾已經收到啦，影曬俾我，銀色鬼咁靚啊，唔使驚冇啊嚇。如果你仲驚收唔到，就再WhatsApp 我啦，咁樣你眼望我眼，咁有偈傾嘅，我實同你傾到。你而家應該點做嘅？唔使驚嚇，真係任你問。咁你嗱，如果唔想問我，可以問英 Sir， 係咪？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得意嘅空間嘅。Charles 咧，9月5日開咗户，有冇？9月5日。嗱，我9月6日琴日我就俾咗阿琪嘅，我俾埋你啊 ，Charles， 係啊，俾埋你。你 WhatsApp 6633-4386，你話朝頭早同心欣講咗數，話9月5日開咗户，有冇？係啦，我送埋俾你，係啦，咁啊，希望希望搞掂。Andy Chow 搞唔到個 Google Form 住，未有帳户號啊，你又啱喎。Andy Chow 我會 mark 低你個名嘅，我影低先，係又要做呢啲嘢，啲同事就會就會啤我，又嚟。你又嚟，係啦嚇，我好慘嘅。咁啊 ，Andy Chan， 我應承你啊，會送俾你。Charles Lang 都係啊，咁就記住嚇。Terence Lang 唔開心咗好耐，唔好咁啦。買股票就我都係話唔好瞓唔著啦嚇，即係我都你只要諗揾得翻就得㗎啦嚇，努力啲。記住翻工，係啊，記住翻工就會揾得翻，有錢就唔怕嘅，係嘛？黃國英話自己都輸，係啊，我有睇佢條 YouTube 啊，我睇啊，即係都冇好少見到阿英 Sir 咁咁個樣比較傷心，但我欣賞佢咁坦白，講真的，真係嘅，好欣賞，唔係個個咁坦誠嘅。你自己有時你望翻自己。譬如你老婆老公問你喂最近你啲股票點啊？你有冇咁坦誠啊？你阿媽問你，你阿爸問你，你有冇咁坦誠啊？係嘛？對住個鏡頭嚇，個個都即係知道人哋會點樣諗，佢都咁坦誠嚇，即係我好欣賞咯。同埋我嗰陣時係日日都睇英 Sir 嘅專欄，因為佢講嗰啲唔係俾 number 嘅，係講好多心態上面或者係一個基金經理應該點樣點樣做。我覺得袋落袋的時候，其實除了個 number 之外，就是一些心態上的東西。通常即坊間以前又唔知1900年到而家咧，都有起碼100個股神啦。咁又分開好多派嘅，咁有價值投資啦，有啲咧就用心理去戰勝自己嘅心魔啦，跟住有啲就圖表大師啦，嚇，咁啊有啲就有錢就使得鬼推磨啦，咁樣有啲就準確預測跌市嚇，有幾類嘅大師嘅，我自己就比較中意睇嗰啲心理戰勝心魔嗰啲大師嘅。因為本身我的資質不高是啦，本身我不是讀書很好啦，係嘛？咁啊計數又不是特別叻啦，嚇！咁但係點樣可以即係繼續令自己在個市場度都不是咁懼怕？因為有時自己都會犯下一啲 panic buy 或者 panic sell 嘅動作嘅錯誤嘅。咁點樣令自己去改善？因為大家都係普通人嚟嘅啫，我哋唔會係嗰100年裏邊嗰100個股神嚟噶嘛。咁
我就偏向係 buy 呢一種，所以我就話因應你自己唔同性格，你買嘅嘢都唔同嚇，唔一定係跟到我一模一樣就係為之係好嘅嚇。咁我計數都會計錯噶嘛，係咪？咁即係人都總會有錯啦。咁所以我自己係偏向 buy 呢一種，咪圖表有時又會呃嘅，又未必到到而家。又咁啱用咧，即係過咗咁多年，我睇翻五十年前嘅圖，同而家係咪一樣咧？係咪永遠股市都係殺你一個措手不及，淨係可以愛嚟做參考啫，係嘛？咁我覺得我欣賞即係咁坦白承認自己錯誤之後，點樣去再揾翻多過不停話自己唔會錯嘅咁有咩意思？即係我想係喺人哋身上學到嘢咧，我覺得啊，原來佢咁樣嘅決定會令到會導致咗發生啲咩事，跟住自己唔好犯呢一個錯誤嚇，唔好重蹈覆轍，咁就夠啊，係啊，即係俾咗個啟示，咁就已經點樣調整翻個心態喺啲咁樣或傷心咗好耐嘅事裏邊，點樣去調整？我覺得反而更加可貴。好，咁啊，約定大家有機會有緣星期六就見嚇。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 WhatsApp 6633436。因為今晚我就會揀定噶啦，因為星期六都約你啦，冇理由今次都唔通知你噶嘛嚇。咁啲同事會揾你嘅，係啦嚇。咁啊，我哋呢行嘅競爭亦都好激烈啦，咁所以盡量嚇，即係做好自己，欣賞別人嘅長處。係啦，咁啊改善自己嘅短處，咁先至可以喺股市度百戰百勝嘅。我哋轉頭翻嚟再傾。港股投資權威瑞銀於2021年總銷量計認股證第一，牛熊證第一，感謝大家一直以來嘅支持。瑞銀認股證牛熊證，助你決斷更精明。好，翻嚟節目時間啦，轉頭再同大家傾偈啦嚇。呢一節都係講翻個市先啊，咁啊個市都係立立黐黐咁樣，19,027點啊，上翻19,000嘅，跌緊15點啊，700嚇咁啊，暫時係拖住大市嘅後腿啊，跌緊1%嘅，306.6，咪1299咧，琴日都已經想諗噶啦，但係得個諗字啦。而家就72.7，穿埋琴日個底啊，72.3啊，曾經亦都係偏軟啊，拖住個大市嘅。咁啊，請咗嘉莉出嚟先，同我哋傾下個市啦。早晨，系早晨，心欣，早晨大家。系啊，咁啊个市咧，大家都系倾闲偈多啦，因为都冇嘢好讲。你睇下林山泥咁啊，开幅图咧，好似悬崖峭壁咁啊，即系嗰啲古墓派一冲落去就已经落到山洞底，见咗底未咧？究竟18,800呢啲位置，同埋嚟紧9月份啊，个走向会系点样？
我睇尾嘅，我睇尾嘅，真係即係點解睇尾咧？其實就你會見到就第即係最主要就係美元指數係非常之強勢啦，跟住你連帶其他即係世界各大主要貨幣其實都跌得好誇張，即係之前已經歐元已經係第二強，世界第二強係歐元。歐元你對美元係甚至乎穿咗一對一，係啊，呢個係好誇張啊！跟住你英，你攀市啊，即係可能有啲朋友比較留意英鎊嗰啲，你對港紙你都穿咗九啊！你穿咗九算，即係你係脱歐嘅時候都仲低過脱歐嘅時候，咁所以大家就會明白，即係如果係 keep 住留意個 trend 嘅話，都會知道個誇張嘅地方。跟住即係第三勁啊，應該係日 yen 啦，日 yen 都即係如果對翻美元都即係上咗143甚至乎啲咁嘅位置。所以大家會見到咧，係一個整體一個 trend 嚟。所以我就係話，個股市咧係應該未跌定嘅。未跌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港股现在结构呢其实是跟人民币那个联动的关系性呢实在太强。实在太强。那如果你对甚至乎你对比回过往的情况呢那个联动性是甚至乎一步一步即是透過係咁加入嗰啲唔同類型嘅股份落去恆生指數嘅時候，其實大家都諗到啦，最主要都係一啲內地嘅公司，甚至乎係喺美國上市回流翻嚟嘅一啲嘅大型嘅內地大型科技公司，跟住就會偏向大機會入去恆生指數。咁所以而家嗰個要留意一點嘅就係嗰個人民幣咧。其實最大問題是之前去即係五月個，如果冇記錯，應該是五月嘅時候去之後企穩咗嘅，咁就係翻6.8嗰啲咁嘅位置。咁但係去到八月尾九月頭咧，就突然之間咧破咗個位咧，就開始。進行急跌的情況，甚至乎你現在是那個叫做外匯儲備金是下調了，那個情況都不會說有，你會見到情況都沒什麼改善的。那就如果你對比回即是恆生指數和人民幣離岸那幅圖呢，其實你會發現只要它那個 trend 是一個下跌得都幾急，或者是一個大 trend 入面，大家都知道人民幣會 keep 住貶值㗎啦。咁其實港股呢係注定冇運行嘅。係注定冇運行嘅。咁去到邊個位置會叫做稍微緩解少少呢，如果你對比返歷史嚟講，佢起定啦，即係跌定咗啦，未去，即係之後有啲即係可能有啲沽盤回補啦，未去人民幣有稍微少少喘息同埋叫做升翻少少嘅跡象底下咧，那個位置咧，港股就會舒服啲啦。係，即係你睇係啦。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咧，其實都係介乎於即係破七與唔破七之間。我諗破即係都係時間問題嘅啫。係，即係如果按照美國而家係要進行一個急進加息嚟講。所以九月嗰、那個即係八月尾啦，跟住鮑威爾已經講得好清楚啦，即係要即係你個 market 唔好諗住咁快可以減到息啦，因為你嗰個實際嗰個通脹其實仲未控制到嘛。咁所以就以之前個 market 同埋聯儲局嗰個諗嘢方式咧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個 market 咧就會覺得係嗰個通脹，個通脹見頂咗啦。即係冇再惡化落去啦，咁聯儲局咧就應該喺下年最快下年年中咧就應該減息嘅。咁但係聯儲局咧
即係佢嘅解釋咧，佢就係睇一個整體數字，就係話嗰個通脹數字咧，一日唔去回落去到一個低嘅水平咧，嗯，咁其實呢個加息咧都係要持續嘅，咁所以呢樣嘢一消息一出咗嚟嘅時候咧，嗰、那個美股就會諗得好犀利啦，咁啊其實就九月即係大家都係睇住嗰個意識嚟嘅。再看下他的聲明，但是如果鮑威爾說到這樣實打實似的話，其實我會看九月、十月都會都即大家都要小心一點，尤其是 今年就我想好少少的地方就是那個 內地 開會那裡是提早了的，是十月中，希望就那些即係呢啲叫做黑暗時期，盡快快少少，即係得快嚟快去啊，好少少啦，快即係好過一路喺度拗住拗皮咁啊，搞到大家冇心機啊！會唔會要等到即係嗱？其實而家大家係覺得咧係政治事件凌駕咗喺經濟嘅層面上面嘅，甚至即係可能你而家油價都其實落翻嚟啦。咁你九月尾你就算加埋息，係啦，歐洲央行可能今日啊唔知加半厘定係0.75咁誇張啦嚇，即係會唔會係你暫時都淨係仍然都係覺得喺個息口或者通脹問題解決到就反而個市就得？定係要等一等啲政治事件出現翻先啊？因為啊，森欣你講到嗰個油價回落咗落嚟啦，咁大家就其實嗰個美元強勢咧，其實都有分兩隻嘅。第一隻就係話係同嗰個經濟關係啦，我經濟過熱，跟住我加息，跟住就箍單佢啦。咁啊，其實而家呢個情況咧。嗰、那個更加多人講咧，係講翻1980年嗰個年代。點解咧？因為當時咧嗰個加息咧，就係因為通脹啦。咁其實同而家個情況咧就偏似嘅，即係佢哋嗰陣都係唔理嗰個叫做經濟情況，就一味就要將嗰個通脹壓翻落嚟，咁就多。同時，亦都有人開始喺度講緊啦。嗰陣係會令到即係日本開始衰落嘅一個情況。咁就持續咗幾耐咧？嗰陣你會睇到係，就算壓翻落嚟嗰個通脹嗰個情況都要一段時間嘅，都係要一段時間嘅。咁即係而家，尤其是你全球你而家即係大家都識講啦，你通脹問題咩？你係國與國之間係有啲嘅保護主義同埋一啲嘅供應鏈出現，即係佢哋出現一啲嘅叫做混亂嘅情況啦。咁即係如果你要壓翻落嚟嘅時候，其實你要令到啲人悲觀先，你要令到啲人悲觀咧，你消費先會減少。咁所以都要經歷咗呢一類型嘅陣痛，係啦，跟住見我諗個經濟大家都唔樂觀㗎啦，都唔樂觀㗎啦，咁就睇埋嗰個中期選舉啦，咁之後再睇下，即係你話政治事件咧係都啱嘅，因為你短期之內你會唔會話美國係有中係有嚟緊有中期選舉啦，中國嚟緊會開會啦。咁所以就係話，會唔會話係呢啲政治事件之後，一啲嘅政治人物出嚟轉下口風咧，跟住即係攤翻順件事咧，咁呢樣嘢都係可以去留意一下嘅。唉，都等到唔知等到何年何月何日，10月16日啊，20大啊，11月8日咧就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啊，而家先至喂9月8日咋，月餅都未 eat 啊咁，所以咧大家仲喺度哇，仲要望幾耐？聽家你嘅口吻，即係仲有排望啊，起碼望多一個月都唔出奇，係啦，即係都係要等待嘅機會比較大啊。咁有冇補充啊？家你嗰啲 ATM XJ 咧，平時你睇開呢個 sector， 即係而家大家都好唾棄，同埋今日咁啱騰訊就即係有發現咗2% 嘅股份又落咗 Seekers 啦。大家咧其實好得意啊，啲白色恐怖嚟啊！
你就咁個擺落去咧，就即係當好似1211咁咧，七月份擺落去咧就已經夠驚嚇㗎啦，個市又係唔升㗎啦嚇。咁啊，騰訊本來都諗住即係佢要沽人哋1000億嘅股票資產嚇，而家咧又等緊俾人沽緊嚇，呢啲咁嘅陰霾。都繼續係營繞住個市場咯，我自己覺得，即係除咗頭先講嗰啲經濟啊、政治嘅問題，絕對係啊，絕對係啊，因為騰訊如果你咁樣擺落嚟，甚至乎我諗大股東沽貨，佢內部都知嘅，咁我諗佢哋而家個 market 都係個 market 都係傾向美團多啲噶啦，咁但係你見到美團個股價咧唔太差嘅。唔太差嘅，咁但係騰訊會唔會因為咁樣，會因為咁樣去甚至乎放啲消息去搞美團咧？係咯，呢樣嘢大家係要留意，係要小心。係，因為我覺得之前啲消息咧都係可能㗎，我自己猜測係騰訊嗰邊擺啲消息出嚟嘅。咁搞嘢？即係如果你按照個 market 咁樣去搞咧，大家驚個騰訊，如果驚個騰訊嘅時候，咁咪即係可能係另外一個比較受益少少，即係個股價可以受益堅挺少少，就係美團或阿里巴巴咯。即係後嚟好簡單嘅邏輯去諗啫嘛。我諗呢樣嘢緊要真係要驚下，睇下會唔會騰訊係加快去諗，睇下估唔估。因為呢樣嘢，我諗都係時間問題。美團賺得多啲嘛，你快手、Bilibili 嗰啲賺得少啲嘛，回咗落嚟咁多，係嘛？你60幾蚊嘅快手400蚊唔估係嘛？咁就冇辦法，因為佢又有嗰啲禁售期嘅，就唔可以咁嘅。咁啊，但係可能佢哋又好平，我唔記得佢哋嗰啲快手係幾多錢。但係如果係咁，以3690仲有100多蚊，咁呢啲就比較堅挺啲，可能要估嘅，梗係喺高位估啦。係嘛？即又係會一樣係咁樣諗嘅啫。哇！但如果講到好似係騰訊出啲消息出嚟，好似宮廷劇咁樣，好正。我又冇諗呢啲啊，即係喺呢個咁嘅時間，都係好似我哋啲古仔咁講，四大天王日日都喺度沽緊個市。咁你話個指數又點樣升咧？都係令人哋比較頹啲嘅原因啊，咁啊，騰訊嚟到305.6啊，跌緊2%咁滯噶啦，咁啊，同嘉莉傾到依度先，多謝嘉莉嚇，希望下個禮拜傾嘅時候就好啲啦，個市係啦，希望一個禮拜翻嚟又會好啲，唔該曬嘉莉，下次再傾，拜拜。好，拜拜。咁宮廷劇嚇，即係話隔離嗰個飛奔。放啲料嚟扇一扇佢先，咁樣係嘛？咁啊又即係走咗射友係嘛？呢一類型嚇，一個反身假身嚇一嚇咁樣，咁啊 fit 我哋又唔出奇嘅。嚇、啊！即係依啲咁樣嘅市場，邊啲位置可以沽到咧？咁樣嗱，頭先嘅觀眾咧就繼續問，就攞呢個 MagSafe 咁啊嗱，即係好抱歉，有一個咧就話係8月尾嘅時候開嘅。首先好多謝你嘅支持，係啦。咁但係一個中秋嘅優惠咧，我要找一集先啊。9月5至9月10嚇，因為如果唔係我真係破產都搞唔掂。係啊，嚇咁啊嗱，我記得送 MagSafe 咧係郵費自付嘅嚇，係啦，因為貴嘢嚟嘅真係，即係我哋都慳住咁買嘅，咁就嗰陣時係5周年嗰陣時送啦，係啊，咁咧就頭先我見到仲有兩個朋友仔，我都影咗你個名字遞交翻俾啲同事啊，好似又叫做 Van 係嘛？我會送埋俾你嘅，你都係9月6日係嘛？阿 Ken Mac 8月底咧就真係搞唔掂啊！八月底係啦，唔好意思 Ken Mac 嚇，祝你中秋愉快。吃多個月餅係啦，咁咧我就只能夠做到俾睇下先啊。頭先有一個有兩個觀眾噶，我都 mark 低咗，而家揾唔翻。2162有人答你啊，其實我都覺得依只嘢係非常之有趣嘅，非常之有趣係啦嚇。我影低咗相，我喺相度讀先。揾有一個係啦，就係、是。Joanne Wong 係啦，我會送俾你嘅，係啦。咁另外仲有個 YL Wong 都係9月6日嘅，係啦，我都會送俾你嘅。
你嗰個 message 係啦，咁就九月五頭先嗰個就應承咗啦，係啦，會送俾佢啦。咁就記住 Andy Chow 係啦，你都係嘅，係啦，記住，咁就send 翻你哋嘅資料去翻66334386。如果唔係就搞唔掂啊，係啦，好多啊嚇，咁啊麻煩大家幫幫手嗱。咁2162咧頭先咧佢再次接近破頂啊，依只濕疹股。就是康樂啊，是我說的，應該沒有人說的，外面很少很少人說，因為你圖表又不夠榮昌生物靚。我看回只9995呢，上次我們50元沽了38-39買只榮昌生物，今天只榮昌生物是38，但是只康樂啊是接近去到近期的頂的38那個位置，差不多現在同價了。我會建議咁樣嘅，如果你2162你問我，佢好得意嘅依只股份，佢一接近破頂咧，佢第二日就開陰燭噶啦。我點都會叫你咧減嘅嚇，因為佢一次次接近破頂啦嚇，佢都會咧回得頭嘅。咁我就覺得，喂，你既然都捱咗咁耐嚇，成個盤地都俾你捱到翻嚟，咁你就沽翻啲出嚟啦。即係你幾唔捨得都好，沽起碼一半以上嚇，留翻個尾住自己忍下又好，或者你沽曬嚇。如果佢要再上咧，我頭先睇到咧就 around 38-39.5呢一個會又係一個新嘅平台期。如果佢企到就43，但係呢啲咁嘅市，佢俾到翻你接近破頂嗰啲位置，即係話開頭揀呢只股票冇揀錯㗎啦。但是呢就遇到啲咁嘅事，即係榮昌我哋食完落返嚟我哋冇嘢呀，心裏面更加舒服，你咪有一跌囉。榮昌係咪，即係都係靚嘅，都係好嘢嚟嘅，但係咁嘅事呢隻嘢竟然係有機會破到頂俾你走得甩呢，你走啲啦，即係點都走返一半以上呀。係呀，因為呢啲股份呢首先就好少人認識啦，亦都好少嘅買賣呀，其實就唔多嘅。咁當然係有佢嘅實力先至上得翻嚟，好似鐘麗緹咁樣，早兩日先至同大家講唔好傷心先，即係佢出完業績上到6.16，搭翻落嚟5蚊邊，係嘛？我見到好多朋友都好傷心，即係又去即係佢執著住7.5冇食到嚇。但係睇完條數係真係靚，我都話嗰係真係靚，但係你要點樣個基金點樣做，我哋真係唔知道，我哋都係散仔嚟嘅啫。咁佢今日又拋翻上嚟6.2，依只嘢從來我話俾大家聽，即係鐘麗緹從來都唔跟個市嘅走勢嘅，自己又好有自己嘅性格嚇。譬如你6.2嗱，6.22又係一個大位嚟嘅。如果大家有印象，我成日都係講嗰幾個位，今日上到6.27，佢又冧翻啲落嚟嗱。個市你見到啦，都係壓住喺19000樓下。你有隻騰訊拖住個尾腿，唔係靚腿啊，係只尾嗰只尾腿啊。咁你就諗呢啲佢總有上落嘅，一日打落嚟你就已經捱唔住啊，係咪？呢啲股份，尤其是個市咁差咧，好影響到自己嗰、那個持貨能力嘅嚇。你咪上去一路減低個成本，同佢死過咯，係嘛？一定係咁樣做，所以我話我其實我點都會有啲人我嚟走啊，因為咁嘅事，你覺得我荷包仲好腫脹咩？係嘛？一定縮咗唔少噶啦。咁跟住就要慢慢減低個成本，令自己唔使填氹填孖展，係嘛？冇孖展啦，而家。仲有就係、是、等翻啲股份上嚟。咁但係你都要減低自己嗰個成本咧，你先坐得到啊。如果唔係，真係搞唔掂啊！嚇，呢個我自己嘅方法。如果琴日先申請華泰，可唔可以有 Mac Safe 唔係 Mac 機？如果有 Mac 機，我做咗蘋果有啊。琴日有9月7至9月10啊嘛，我話送俾你咯。Chicklin 今日開有冇？有，係啦，有，係啦，嚇。咁啊 ，Lee Shan Shan 琴日開嘅有，係啊嚇。咁啊，話翻俾大家聽先，係啦嚇。咁啊，8月30日 Vincent Lee 唔好嬲啦，下次睇下6周年有冇啲咩搞下啦。哇，我而家個 schedule 咧排到去。即最近呢，即因為這些時間是我們工作的 peak hours 來的，我已經個日子排到9月16日，我沒有一天是空
係啊，我唔會黐住喺度，除即係我做完節目就好可能已經係飛咗出街啊，已經係啊，我已經排到去，我每一日係得閒嘅，而家係啦。咁如果你晏晝問我股票，我唔得閒答你就見諒一下先。我做緊公司啲嘢，講緊幾國語言。係啊，咁就希望下年度仲見到我哋啦。係啊，咁啊我而家努力啲，係啦 ，message 係啦 ，message 係咪阿 K？ 係啊，多謝你追加翻優惠俾我。唔好意思，請問你介唔介意我叫埋啲屋企人開攞多你幾個 message？ 唔介意，我講得嘅，你做得到嘅，一定送俾你。係啦，阿 K 真係斯文嘅啫。係啊，我你做得到。我講得出嚟，你喺呢個範圍裏邊，嗱我而家增設咗兩日㗎啦嚇 ，T 加二，九月五至九月十，係啦，你去盡情去攞啦，你記住攞埋海港城嘅一千蚊啊，因為我都會幫屋企人攞啊，即係記住攞，係啦，難得一，我覺得幾吸引啦、啊，因為係啊，咁啊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仲有一節，得翻幾分鐘咋嚇，咁啊答埋大家嚇，咁啊轉頭翻嚟再傾。投资路上冇人想做灯，更加唔想要灯神呢个名字，个个买亲都想赢。叶师傅唔系咁易噶，想赢钱就要学好基本功。新手投资必睇 Tasty Money Crossover CFA 索弗里投资基础班。CFA 索弗里喺中大工商管理系毕业，曾经从事资产管理行业，并且加入投行，亦都喺大专教授 CFA 同 CFP 课程。因为坊间投资教学五花八门，质素参差，所以 CFA 索弗里就设计咗一系列正确嘅新手投资教学片。买股票之前，记得学好基础财务知识，训练自我分析能力，唔好净系猛跟 number。逢星期二睇 CFA 索弗里一分钟教学，新手都变投资高手。好咧，翻嚟节目时间啦吓，咁啊嘢啊会送俾大家嘅，即系放心。咁啊讲得出做得到，系啦，最多我加码再做嘅啫。如果你哋真系有几百友咁，我有几百个嘅，系嘛？你哋如果真系咁癫嘅，咁我加码再做俾你又。何須介意呢，是吧，啲開心錢嚟嘅，都係送俾大家。咁頭先見到CFA Soulflame 啦，我哋嘅新嘅一啲嘅新手嘅教學啦，咁有 PowerPoint 啦嚇，即係會做條 video 俾大家，亦都會逢禮拜一咧有篇文章嘅，咁啊俾大家睇。因為我又想個台又多啲 macro 啲嘅諗法啦，同埋即係適合翻啲新手。其實呢度都好多新觀眾啊，咁啊先學咗。即係本身你又要俾錢上 CFA 嘅，佢教埋你啊嚇，咁就先學咗點樣理財嚇，先至繼續慢慢學投資啦嚇，即係啲基本嘢咧，我都係由細先至開始學習嘅啫。咁啊，琴日又説多咗，係啊，琴日又講俾大家聽，其實我啲學費點揾翻嚟？係啊，咁就我都覺得好嘅，即係俾自己喺未入社會嘅時候，起碼知道自己有。對於自己的學習要負責啦，同埋對金錢有啲概念啦。嗱，所以我知道你哋咧，其實都已經玩咗港股十年廿載咁樣，即係比我更加豐富嘅經驗，係嘛？但係就成日都遇到唔同嘅挫折，咁但係點樣克服呢啊，咧都有啲時間嘅嚇。咁啊，可以多多捧場啦。如果唔係，我就無謂花咁多錢啊，請啲人嚟同大家即係 Dilly Dally 咁多嘢啊嚇。Dilly Dally 又同我家姐講嗰啲嘢，唔好講咁多廢話，係啊咁樣。喂，咁就咁快多謝有個 Max Safe 係咪已經申請咗啊？唔係任送啊，申請咗嗱，睇翻先。用我的 QR code 啊，或者我而家置頂嗰條 link 啊 ，YouTube 係啦，嗰個華泰嗰條 link 一定要用嘅。咁跟住就入金2萬蚊，唔使 trade 嘅嚇。咁跟住咧就填埋我哋 Tasty Money
網站上面 tastymoney.hk 上面嘅 Google Form， 即係要認得你嘅身份先啊，確認咗你嚇，咁咧先至可以攞到個 MagSafe。其實 MagSafe 係 side dish 嚟嘅啫，個 main dish 係海港城1000蚊嘅 coupon 啊嘛。跟住就如果你轉倉過嚟，就送港交所嘅股票啦，因應翻你轉倉嘅錢啦嚇。再講多次，一通轉過嚟嘅話咧，即係就多500蚊嘅超市禮券，都係我哋獨家嘅優惠。咁啊，加加埋埋，我唔送到幾多錢？你自己數嚇。咁如果你話有興趣同我傾幾句咁樣，咁啊又可以申請埋星期六咧嚟呢個叮叮電車免費一日搭一個鐘嘅活動，係啦，咁啊又可以嚟嘅。咁啊其實全香港都免費喎嗰日，即係好似姜圖灣咁喎。咁就所以都幾得意嘅。咁我又可以影相啦嚇，就困住喺嗰個電車。同你啊，即系我自己啦，都要影相咁样。咁啊 ，CFA 嘅文章咧喺边度睇咧？其实去翻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啦 ，Tasty Money 啦，吓咁我哋嘅 IG 啦，吓盘房同埋 Tasty Money 吓个 IG 咧都会有嘅咁样。咁我自己觉得好多时啲学习都系累积嘅，系啊，即系临急抱佛脚，即系好似我以前，如果我细个读书知道。是累積的，咁快開竅就好啦。但係而家先嚟開竅，係啊，咁就累積嘅啲投資概念嚇，就日復一日咁樣慢慢累積咯。即係輸過又知道嚇，錯過又會改翻咁樣。咁啊 ，Ching Jason 似係玩嘢多啲，問我用咩化妝品，有啲驚。係啊，佢平時都唔係咁，係有啲驚。係啦，可唔可以再出華泰 QR code？ 係咪呢個小編就係？即係而家 poster 呢個係嘛？啊，日日擺喺第二節又唔見你哋問啊！臨急抱佛腳，香港人嘅性格真係好鬼獨特，係啊嚇！咁啊City Flyer 祝你早日康復啊！我見到成日問941嘅 City Flyer 係啦，咁樣辛苦我嘛個市咁悶，唔悶都悶嘅個市。但不知道為什麼講都可以講到又係講到50分又係臨急又話啊唔得啦要收工啊要交俾雷神，即係日日都有。好多嘢可以講嘅，係啦嚇。CC 啦，原來都有2162 ，Gentle Soul 都有2162，係嘛？揀啲啦，即係呢啲市況，我唔會叫你死揸咯。係啊，啲股票冇可能死。同埋我而家諗住每一日都睇下1211咧，阿成哥跟阿成哥，係啦，225咁樣咧就試沽下嚇。咁啊，今日又接得啦，而家219啊，即係1211，即係比亞迪。咁阿成哥就係、是、上到去咧，琴日都聽到佢講嘅啦。咁佢又出埋 post 嚇，咁我可以follow 成哥嘅 IG 啦。咁我見到啲觀眾都話有跟啊，咁啊過夜咁樣啦。咁但係見到琴晚咧美股爆嘅時候咧，又有啲驚係嘛？今日有得食嚇，咁啊俾亞迪睇下先。琴日我俾call put 牛熊都有俾嘅，係啦，熊係68268啦，都係靚 number 嚟嘅，68268。係啦，比迪發興嘅熊仔嚇，245蚊收回嘅，咁你可以揀啦嚇，咁就245就難啲嘅啦，我諗嚇，你可以待定。我而家諗住如果冇嘢做咧，得閒咧拗手指嘅時候就玩下比亞迪咯，揾啲嘢玩嚇嚇。新鴻基真係得啦，就係業績咁啊94.5元，雖然業績就唔會點有咩睇嘅，係啦，你其他地產商啲業績都唔得嘅啦嚇，但係。前兩日先92.5嘅嚇，琴日有人問過我，即係個市如果彈又會買啲咩？我一定係買指數股啦，嚇買大價呢只我曾經都喺CS 個 webinar 都講過，當時仲大家仲討論緊究竟幾時會彈啊嚇，八月中嘅時間，咁我就話如果到時我都會諗新地呢一隻嘅其中一隻嚇，咁同埋都係睇下 ATM 行邊一隻咯。嚇、一定是重磅指數股先行㗎啦！啲錢如果願意翻翻嚟港股嘅話，一定是砌大股先嘅，唔好諗嗰啲二三線嘅股份、啊、基金一定是砌咗大股先嘅，係啦、如果有 MagSafe， 有冇其他禮物送啊？悶悶，咁你可以送俾屋企人㗎嘛、送口罩扣啊！我私人收埋咗。幾廿個咁咧，好多女仔中意我哋 Tasty Money 個口罩扣，因為係玫瑰金色嘅
咁我就如果係你唔想要 mask safe， 我就送口罩購俾，因為大家都唔知道嚇幾時係唔使戴口罩嘅。雖然美國今日出咗咧就話嚟緊可以唔使戴嚇，但係我哋香港就大家自己識路啦，係咪？希望電車公司係提供一架有冷氣嘅電車俾我，諗係有嘅。係啦，如果唔係個裝都融埋，係啦嚇，睇下先。所以我諗係應該會有呢、這個係有冷氣嘅電車。好啦，咁已經53分啦，咁啊轉頭咧就有雷神啦。我再提提大家，聽日禮拜五嘅11點會有咧係非常之多嘉賓嘅 Webman 啊、破天荒啊，多謝鍾婉婷嘅大協啊，咁咧就搞咁多啊，咁咧我哋希望聽日我哋可以如常啊，即係。嗱，你見到危與機喎，我淨係成個 poster 見到危與機嗰幾個字，係啦，咁啊咁多人咧 check check 咁轉嘅時候咧，9月9日嚇，睇下會唔會即係當然啲希望啲機器就生性啲啦嚇，唔好出事啦。我試咗噶啦，已經啊做咗啲 rehearsal 噶啦，咁就有彪叔叔啦，係啊，咁啊亦都有阿迪啦，有鍾婉婷啦，有雷神啦，有我啦嚇，咁啊11點咧係特別節目嚟嘅，我覺得呢張 poster 幾靚。係啊，我哋有少少唔同咗平時嗰個風格啊，咁啊到時約定大家11點嚇至12點呢個時間咧，同大家見面，咁啊得閒就嚟啦，咁樣嚇搭埋阿 Connie 先 ，Connie Chan 想問轉股票入嚟嘅股票價值20,000以上，仲要入現金20,000嗎？哇，呢條好問題，應該係唔使，不過你留言去6633，我俾翻。佢個 CS 答你好啲，因為我真係唔係代表華泰，係啊，呢個我覺得應該係唔使嘅，咁你都係要嗰20,000啫嚇，應該就唔使。不過你轉20,000唔係太多嘅時候，港交所嘅股票就應該唔多，好少嘅應該分得係啦。咁啊就係咁啦嚇，咁啊提翻大家，咁啊聽日11點再同大家。9:30當然係見到我，即係話我係直落嘅嚇，直落冇水花。好，咁啊，聽日再見大家，拜拜。